呢个套，相信好多妈妈都唔会陌生。好多妈妈都会帮 B B 戴呢个套，因为惊佢整亲自己。但系伊伦直放咗呢张大图相，竟然引起网民狂轰啊！伊伦正寻日放相上微博话：每次饮完妈妈奶，都似饮醉嘅米粒，呢个姿势美人醉我。点睇都好温馨、啊，但竟然都引起妈妈级嘅麻疹。唔建议戴住手套啊，会妨碍手仔嘅生长。等佢只手仔尽情咁探索呢个世界啦。小朋友搲面就难免噶啦，啱过一两次就咪记住咯。唔好俾小朋友戴手套啊，好危险噶。之前台湾的确有个案，因为 B 女嘅手指被手套嘅线头缠绕中指，令细胞坏死。不过亦有人话自己个 B 都系戴住手套戴，手指都好灵活喎。咁讲到尾，做妈妈嘅，总之就要小心啲照顾 B B 啦。